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风，我们在河北迁西青山关景区长城脚下。这场比赛是71公斤级的一场超级战啊，红方选手是帅白龙罗超，蓝方选手是可乐小子陈永辉。是的，在纸面数据上，罗超是01年出生，年长的陈永辉1岁啊。身高方面，陈永辉有4公分的优势，臂展上是2公分的优势。又是击倒卡夫，两个人的职业战绩都不错啊。因为陈永辉大家印象比较深刻，2020年的时候武林新一代70公斤级的金刚大，罗超是2022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在我们去年的金牌奖的时候还拿了一个最佳新人嘛。罗超是终结了欧阳锋的连胜，是的，是吧？啊，输了欧阳锋几次之后复仇成功，是的。70公斤级能打欧阳锋的人不多啊。对，漂亮，又是一腿。哎呦，相互的，互给，漂亮，上钩。对，这个公斤级别当中啊，两个人拳的力量感还是比较好的。是，我们在评论席这次因为坐的比较近吧，就隔着厚厚的耳麦听得比较清楚，拳声砰砰作响。其实两个人可以稍微再放松一点，我觉得刚都打得太实了。对，上来打得都有点紧，就是前促，我装走。这两个人都属于那种在能力上非常高的运动员，能力都非常的足啊，而且进攻端的模式也会比较多点。我漂亮，不给啊。对，前腿两个人拼的都很强，是，而且都是来自优秀的俱乐部啊，一个是唐山文力奥运光辉，另外一个是深圳的胜利融合俱乐部，盛产高手啊。是，李迪嫂，你看都是在互给。对，因为的确啊，这个卡夫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动作，就是你刚开始那几腿你可能还扛，后来你会变成躲，在实在躲不掉的情况下是太有效了。就之前的综合格斗赛事当中还见到过，就是卡夫拳，就是捶脚腿，结果捶出来了一个 TKO。 好，还有10秒。是的，漂亮，你看这个回合两个人像照镜子一样。对，有点这么个意思。 你来我往，就你有的这个技术动作我也有，全可以压了。就是两个人在整个进攻端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进攻逻辑都会比较的像，是，比如说拳上的连击，包括自己扫踢和对卡夫踢的这个应用啊，我觉得都是会比较像。就你刚说那个照镜子那感觉我觉得还挺对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比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慢镜啊，罗超的红方罗超，蓝方陈永辉，上来节奏提起来了啊！是的，主要来自于陈永辉的这几拳啊，是罗超劲儿也给打上来了。对，因为第一回合两个人的节奏其实不快啊。对。但是这哎，不拼腿啊，都是要去踢卡夫的位置。漂亮，拳上的连击做都不错啊。其实这是我刚说。第一回合我就说这是两个在这个级别当中能力都很够的运动员。对对，不管是他们在进攻的逻辑上，包括进攻的效果上，还有进攻的方式上，几乎没有短板。手拿拐，换拳，手拿拐，小腿小腿，
的确有点累了，节奏会慢慢的往下放一放。漂亮，但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在拳上都打得非常好，是拳上真的是做的都很好，基本功非常的扎实，不管是自己的中线拳包括自己的摆拳和平勾都打得有声有色。这个也可能就是韩老师说俩人特别像的原因啊。而且这两个人哈，你发现他们对规则的解读也很清晰，是就是在拳法的对拼当中两个人都在找寻机会还对手一个就是重击。唯独我在第一回合看到不同的就是罗超的吸击和前蹴是能够有一部分的不同。哎，又是互给，两个人今天不仅全杠上了，就腿啊也杠上了，而且这卡夫也杠上了，上钩，又给一腿，还一个。罗超现在的进攻端依然保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速率啊，就是两个人进攻的配速上，我觉得基本上旗鼓相当。是，陈永辉确实是能够跟上这个速率啊，但是仔细来看的话，还是罗超的主动进攻性要比陈永辉做的好一点。换句话说，就是更主动一些。漂亮，防扫，对，持续的进攻输出带连击。顶击进内围之后，罗超的方法可能会更多一点点。但是陈永辉这边，对，除了拳法之外，他主要还是在这个卡夫身上。对，拳跟腿的结合，就是在中近距就中远距离的时候，两个人真的很像。但是一旦进入到了内围之后啊，就是罗超在方式和方法上会比对手更多一些。对，而且两个人拳都准，是，速度也快。漂亮，罗超的前手啊的确是准。第二回合就会觉得很明显，尤其是在两个人累了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所有的运动都是在你略显出疲态的时候，或者说可能体能达到一个阶段性临界点的时候，你才能看出你的动作变形不变形。这点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第二回合当中罗超有几个非常不错的前手拳的命中，而且是前手直拳的命中，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对，刚刚直接的时候，我觉得魏魏提醒的那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兴奋这个问题。的确，你会感觉第二回合，就是你不管是从主动性上来说啊，换句话说就是罗超打的要比陈辉更加兴奋一些，是，主动进攻的感觉更好一些。就陈辉应该拿出来，第二回合一上来他提速的那个劲儿就对了。就是一进来之后的顶击马上就上来了，这是罗超进攻端的一个利器啊。就是现在在进攻端的压力明显是罗超给对手的更多一些，虽然说陈永辉能够顶住这个压力啊，就是抗压能力会比较强，但问题是你总是被动抗压的那一方，而不是主动施压的那一方。对，这样呢持续打上来的话，而且罗超的这个体能啊是一点都不让人担心的，这是他特别大的一个特点。罗超技术比较全面，力气比较多，而且他其实节奏比较快。没错，陈永辉这个节奏快拉不上去。没错，他快不过这个罗超，所以第三回合就会可能导致出一个问题，就是罗超就是越打越兴奋，然后互给卡夫，就是小腿的前腿小腿的外侧啊都已经有红肿和毛细血管破裂的现象了。
对，你看这一轮的四拳加一吸，这明显就是罗超主动先出，是，所以这也为什么在第三回合刚要开始的时候，就是魏睿就跟陈永辉说要打得更兴奋一点，对，换句话说，你要把你进攻端的这种压力主动的去抛给对手，对，喂，哎呦，连续的，是的，连续的小腿，对，翻你回去，翻你回去，翻你打回去啊。再还是在中远距离上、啊、其实从体能的储备上来讲，罗超也胜一筹啊，因为你看这个动作的质量上，对，陈永辉都下降了很多，尤其是在动作变形的程度上、嗯、对，我们还是看得非常的明晰的，就是你看进来之后马上袭击和跳击真的非常的好，对，这样的压制陈永辉马上需要有啊，就是说你对手打进来之后，我要能够把你给打出去，换句话说我是把你给打退的，对，好、啊、还有最后的十秒钟，哎呦，还有罗超还有一轮进攻输出，反复的摆拳，好，比赛结束，是的，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进攻端做的其实都不错啊，但是我还是要说那句话，在内围的进攻上罗超的方法